周六好，欢迎收看由玩游戏教片上集社即时桌游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桌游新系列，我是桌游零制作。这一次啊，我们又请到了两位女嘉宾啊，而且啊，经过上上周啊，大家都憋坏了，非常想看女嘉宾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女嘉宾啊，精心准备啊，我们的柯基啊，还赤膊上阵了，给大家看一看。过期这时候打个码啊，打个码，打个码，你们还过不了审。哦，对了，还忘记介绍一下，来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又来到狮子这里做工具人的默默。大家好，我是吉原优，你们也可以亲切的叫我鸡哥。鸡哥，而且呢，不仅有美女，我还有俊呢。大家好，我是时隔一周又路过这里又被抓进来的深海色带鱼。好，那么这次我们要玩的桌游啊，叫做。独家暗语啊，这个游戏啊就考验大家的默契，不知道各位之间的默契怎么样？哎，你们两位好姐妹默契应该不错吧？听我的，降智口袋。哎，哦，已经开始玩起这个默契挑战了啊！我们公司也肯定不能输的啊！嗯，没问题。我说一个词，小曲。我读懂。哎，他说说和你说是什么？你想的？哎，我想的就是和你。来，小李啊，刚朵。哎，对，就是刚朵，肯定是呀。我们有没有默契？我说一说啊，我想吃屎。奥利给，完全没有，奥利给，完全没有，干兄弟们，什么东西？那么这次啊，这个讲规则部分也跟之前一样啊，大家想看规则就可以看，不想看规则呢，其实也看得懂，也可以直接看我们游戏部分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吧。